送给大家一首七佛参奏。哎，都差不多时间了，我们可以开大声一点。最好梦，嘿嘿，午夜孤身上楼，君说夜店探头，黑孤飞舞，孤身偷偷，最怕狂又发抖，今宵这夜心中叫好，不想夜再度梦，但你为何未敢邀请我，送起舞，我姿势不错，似火似火情歌，但我为何未放弃真我，只因我某天烧伤过，不再玩火骚脸戏，似乎难播，刚才收到信息啊，有人批评我了。
係啊，批評我啊，接受，係啊，接受，做得唔好嘅接受，係啊，做得好嘅大家要鼓勵嘅，做得唔好嘅批評，接受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誒佢係手機入邊批評嘅嗬，啊你哋睇唔到嘅，誒點解會講出嚟件事咧？好潮，好怪啊！我係一個咩都擺喺面上俾大家睇到嘅人，就係誒唔中意掩飾乜嘢啊！啲咩都全部都係講出嚟俾大家聽到，俾大家知道。其實會唔會咁樣會唔會唔好咧？係啊，其實咁樣會唔會唔好咧？有啲秘密神秘感啲好唔好啊？誒，順便大家有一場吹風。
係啊，咁啊，跟住落嚟望望先嚇，跟住楊大哥點咗一首夜夜夜夜嚇，夜夜夜夜呢一首歌咧，係一首比較特別啲嘅歌，我相信咧好多人都未聽過，點解咧？點解我成日唱啲歌你哋都未聽過嘅？我係咪話廣告時代啊？係咪唔聰明啊？係嘛？咁咪揀啲大家喜歡嘅，都唱個歌嚟唱嘛？點解會揀呢啲歌咧？其實呢首歌好好聽㗎，非常之好聽的。送俾大家，夜夜夜夜。呢首歌係聽下呢個歌手講咩？陪着我，佢陪住佢。